梦见被豹子追咬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梦见豹子在森林里出没，一般是在暗示你周围有不忠实的朋友，小心别人散布谣言，对你恶意重伤。打算出门的人梦见被豹子咬，建议不要考虑太多，可立即出发。准备考试的人梦见被豹子咬，意味着未能顺利考上理想院校。怀有身孕的人梦见被豹子咬，于是你会生一个男宝宝，但在饮食上要多加小心。创业的人梦见被豹子咬，可能预示最近你的事业经营不利，能保持现状是最好的。